1935年8月6日，在赣江边站了站，36岁的方志明转过身说：“来吧。”就以前的几分钟，不行是在想什么，我一生都在问这个问题。牺牲前一年夏天，父女俩最后一次相见，方志敏抱着2岁的方梅，亲了又亲。他有太多不舍，是什么让他舍弃一切？方梅自小被寄养在老乡家，直到18岁才与亲人团聚，开始识字。父亲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是他的识字读本，也仿佛是父亲在与他对话。他把家庭的子女看得很小很小，他们党的事业都看得非常崇高。99年来，为了这个可爱的中国，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兰口已变了模样，墓碑上的焦裕禄还是年轻时的脸庞。这个能拉会唱、有才气的小伙子，让爱唱歌的姑娘徐俊雅动了心。两人组成一个小家，抚育了6个孩子。家庭如此美满，是什么让他几乎不着家？焦裕禄走了，年仅42岁。当年载着焦裕禄灵柩的灵车一出现在兰考街头，人群呼啦一下涌了上去，齐刷刷跪倒，哭声惊天动地。有一件事，徐俊雅始终没原谅自己。热恋时，他将满心爱意一针一线绣进鸳鸯枕，只是还没绣好，两人就结了婚。丈夫早逝，那不成双的鸳鸯成了妻子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让一个政党的样子如此真实亲切。2年前，当这个旧的靠一截电线拴着的皮箱终于被打开时，和丈夫过了大半辈子的孙玉兰才第一次知道这个男人藏在心里的秘密。她的丈夫叫张富清，箱子里的立功证书、报功书还有军功章，记录着一位英雄的九死一生。他有一箱子功名，是什么让他把这些深藏起来？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
都负债了。每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摸着这个心打算来在人民面前去摆啊。他们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选择了为之坚守一生的初心和使命，信仰就是他们的回答。